是使用宽反式的这种织带哦。然后这边其实你喜欢欧美销，你可以自己再拉进去一点，或是你换好了一些就是 bra 啊，你都可以自己调整。而且它又可以包覆乳，胸围又可以过关。然后里面呢，它是有做内里的，然后它因为本身就是这样软料的，所以它转起来非常的漂亮，很软很软，完全不扎皮肤哦。我身高161啊，所以小个儿也 OK， 高个儿绝对没问题。然后它下面呢，就是有做这种蛋糕式的，然后我是把绑结穿在前面了，所以如果呢大家想要正反两穿完全 OK， 然后这边的那个松紧度都可以去随自己的喜好去调整。那长度如果刚刚你在犹豫，然后跟我一样是167高个的话，长度是呆住不的，没错。